我觉得在孩子教育上呢，父母就是希望他健康快乐，然后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能在他喜好的方面呢，能给社会啊能够做出一点成绩。我叫优娜，然后我来自中国大陆，现在是在上八年级。可以叫我 Jason。从小呢，对孩子这个教育啊，也是希望孩子能建立起一个独立思考、相对开放包容这么一个想法。那么经过对比呢，我觉得东湖普闯，无论是硬件条件、教学，还有这种校园文化，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国际学校选择的这么一个定位。哎，当然呢，孩子他自己选择了。东湖普闯啊，国际化的教育呢，和国内有很大的不同，有很多呢，他是非常的满意。我觉得我最喜欢这里的，更多的是一种情怀。小伙伴们都很热心，让我也感受到了很温暖，包括老师也非常尊重我们学生的意见。我来到古晋大概已经六个月，我觉得古晋是一个很令人放松的地方，大自然的景观接触的也会更多一些，很适合中国人在这儿来生活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华人占比比较高，各方面的相处啊，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融洽。十几岁的孩子他自己到一个新的国家和环境，那么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，主要就是语言和文化的适应上。像比如说 Science 啊，还有 Math 这样的课程，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生词也不理解。像 ESL 这样的一步一步步入正轨的课堂，是需要老师跟同学共同的耐心的，所以在其中我觉得非常感谢 Miss 苏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老师们都会慢慢的听我把磕磕巴巴的话讲完，选择更适合我的学习的方案。来这里的五个月，最大的转变其实是心态更加放平了。之前的环境可能大家会更紧张一些，课业更繁重。孩子的天性呢，也得到了一些释放，也有更多自己跳跃的一些思考。最近也是受到学校的上次音乐节的启发，想更接触一些 hip hop 也好 ，R&B 的元素。觉得就是一个感谢吧。我觉得咱们东湖普闯的老师呢，确实责任心很强。我觉得这就是因材施教吧，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呢，去培养孩子。我希望自己依然是每天有所热爱，并且在这样的欢快的校园里可以茁壮的成长，和同学、老师、家长一起完成更好的梦想。